芋圆虽然是台湾小食，但就好受香港人喜爱，因为烟烟韧韧的口感，还可以配搭不同的糖水，变化多端。今次就带大家去实施三间人气店，找一碗好吃的芋圆，为大家带来一点小确幸。第一间要试的是位于观塘的芋圆控，在关注组到人气高企，很多 group 友都说是香港第一的芋圆，而店入面是行很简约的木系和白色设计，地方非常开扬，餐牌有各款预设的芋圆套餐，也都可以选择 DIY 自选套餐。要一个招牌自家制芋圆，仙草同埋呢啲就冇咁甜，咁我要仙草汁。呢个招牌自家制芋圆46蚊，入面有仙草冻、包心芋圆、芋圆、地瓜圆、紫薯圆、粉圆同埋西米，三色芋圆嘅份量都有好多，全部食落都好烟韧，软硬度适中，而味道上芋头嘅味就淡啲。而地瓜圆和紫薯圆的味道就突出很多，吃到原材料的味道，而且都挺香甜。至于包心芋圆的馅就是地瓜蓉，但馅的份量比较少，而且外皮虽然是烟韧，但就很厚，比较有点难咬，不过整体的配搭就不会过甜，鲜草汁令到整碗的感觉都比较清新。下一间是在旺角中心的圆仔记，是一间台式外卖小店，在旺中的小食店里面都算是人气很高的一间，它的餐牌同样有不同的芋圆组合，也都可以自选配搭，而且还有很多特别的口味，例如是绿茶芋圆、朱古力味芋圆等。想要那个招牌吗？是不是一间那个大的？要个鲜奶，想要多份炸芋圆。冇错啦，呢一间嘅其中一个特色就系有炸嘅三色芋圆，以18蚊一份，芋圆味道微甜，加炼奶去食就啱啱好。而惊喜系在于佢每一粒都炸到外面脆卜卜，个炸衣好薄，但入面仲系好烟韧，口感非常特别。而且大家有冇觉得呢一个地瓜芋圆炸完好似炸烧卖呢？另外，招牌包心三色芋圆48蚊，有仙草、地瓜包心、芋泥球两粒，三色芋圆同埋芋泥球，价钱同份量同上一间都差唔多。主角三色芋圆浸了糖水底都不会过淋，依然保持到烟韧度。这间芋圆的大小是偏大粒的，三色圆的三种味都很明显，而当中紫薯味就最香甜。而地瓜包心芋泥球和上一间的配搭就相反，它的外皮是地瓜，馅料就是芋泥，地瓜皮烟韧得来又很薄，也都有地瓜的甜味，而入面有满满的芋泥，还有些芋头粒粒，整碗都很真材实料，但配鲜奶就好像加重了个饱足感，好饱肚。最后一间是太子的芋圆圆，这一间人气甜品店原本是网店，主打自家制手作芋圆，转做实体店之后还小铺搬大铺，经常都有人龙，店家标榜他们芋圆是每日新鲜制造，没有添加糯米粉，餐牌上见传统糖水的选择多一点，每碗糖水都有包三色芋圆，价钱都是30蚊至35蚊。我要一个 A 和一个 G， G 没法来，要啊，同上两间大致相同，我哋拣咗鲜草底嘅芋圆35蚊。另外呢一间仲有唔系糖水底嘅糖不粒芋圆30蚊，网民都好推荐。首先个糖不粒芋圆嘅份量好多，但就比较细粒，佢嘅芋圆系正正方方嘅，配好多花生粒同椰丝，自己捞匀佢。但佢呢个芋圆嘅质感比较黏，好难夹起，花生同椰丝都好香，但味道就有啲过甜，抢咗芋圆本身嘅味道。至于鲜草芋圆，仲配有好多红豆、薏米等配料，这一碗的主角芋圆吃起上来口感是硬一点，烟韧度就还好，芋头和地瓜都很够味，紫薯味就淡一点，而这个比起糖不粒就更加吃到芋圆的原味，它的甜度都适中。以上三间小店芋圆控的芋圆烟韧度、味道和甜度都最适中，圆仔记的芋圆质素都不错，口味就比较多元化，配搭都很新颖，而芋圆圆的性价比就最高，大家又喜欢吃哪间的芋圆呢？